索尼 PSN 服务器宕机了。这大过节的，国庆放假第一天上午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现在涉及到的机器有 PS Vita、PS3、PS4、PS5 还有网页。您在启动游戏应用程序或者网络功能时可能会遇到困难，我们正在努力尽快解决问题，感谢您的耐心等待。2024年10月1号早上9点21分，会涉及到账号的登录、创建账号和编辑账号信息，购买、下载、浏览、搜索、兑换都受到影响。今天打开 PS5 在商店页面，如果出现了这个提示，无法加载，出了些问题，请稍后重试，那是正常的，并不是你机器的问题，也不是你账号的问题。我换了两个港服账号都有问题，换了一个国服账号也有问题，会员也是进不去的。但是单机版、数字版游戏是可以进的，我这个悟空就是数字版，它是可以玩的。不光咱们这儿出问题了，其他像美服啊、其他服也都出现了这个问题。唯一解决办法那就是等待索尼修复。好，最后来一套连棍，祝大家国庆快乐。